早晨。早晨。Hello。恭喜刘海啊！喂，佢哋话而家体感温度负一度喎，但我一啲唔觉喎。你睇我一件衫啫喎。系属于清华大学附中去直接管理嘅三间，即系唔系净系半个名额啫。譬如呢间永丰中学，佢嘅校长系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嘅校长兼任。俾我第一個感覺，成間學校以紫色為主，樓梯啊、校服啊，全部都係紫色嘅喎。我是清華附中永豐學校的英語王小雲老師。那今天呢，首先特別榮幸代表我們全校師生，對我們遠道而來的朋友們致以最熱烈的歡迎，歡迎大家。那這次呢，終於迎來了遠道而來的各位，我們特別的開心。这两天呢，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校园，然后参与课堂。下来呢，首先就有请我们何校长、何龙校长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。有请何校长。那这里的话，我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清华附中永丰学校的简单介绍吧。所以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以育人为中心，以学生为主体，为了每一位学生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。那清华附中整个的教育集团大致分为四个模式，开办分校，然后对口支援，开办合作学校，国际学校以及支教项目。那我们清华大学附中学永丰学校就属于第一类。我们最早是在2012年底，然后由北京市永丰中学然后演变而来，由清华附中承办，最终选拔相对应的学生去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。这就是我们承办的一些赛事，就在我们自己的学校。这个是对，这是通用技术，通用技术，对，是动手的，也哈，这是我的本科啊，是吧？好的，就咁啊。系啦，冇错啦，吓，立高三袖咯，立高三袖就得啦。吓，林 Sir 学过 D&D 喎，学嘅，识用咗嘅喎。准备要去减压肌肉。这个空间太好了。整个地铁站大都。先把东西放这吃了。女老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离开，现在去别的地方，明天再来。我哋而家地铁路沟桥参观啦。喺呢边。路沟桥。好。两边林仲华已经够高啦，仲有人高得过佢。好冻啊！
安足文字同埋滿足文字。金唔係完嗰時嗰啲市理好少啦。啊，我哋而家見到基本上咧，神春珠就是。就是有没有被暖到？以前没浇到。就嚟天光，嚟天光嗰时，一轮月亮照喺个桥底下个河上面，桥底下一条大河，叫做永定河啊。有大狮子，有小狮子。呢度又有一只小狮子咁，咁多点数？有些一隻隻，隻隻不同樣的喎，哇哦！唔知道有幾多隻嘅喎，佢話一間開股，啊，佢話一間開股嚇，你可以去數下，好粒突，啊，嗱，行完啦，行到尾啦。没有啊，一个那个 P 的哆儿啊，反正 P 的哆儿啊 ，P 的哆儿，唔系 R 的哆儿啊，幺幺，那个叫幺，嗯，那个八八啊八八，那个叫呀呀，即系反写嘅 R 啊呀呀咩啊，哇，真系完全唔系欧洲语系喎，八咩金，都有话佢学过六年俄文喎，系，唱首俄文歌嚟听啊。巴里比拉，我知你实唱，实识唱噶啦。巴里比拉，那是我有别度。卢沟叠血传千古，晓月行空动八方。都话每只石狮嘅设计唔同噶，每一只个 number 踩住个收球都不同样噶。这个叫做华表。这条行总长三分之一，你翻转头，呢边仲可以行三分之二。啊，总之你自己选择啦，你行呢边又得。珠沙稻香村。都没有，这个爆肚啊，好吃啊，即是牛排叶啊，搣少少啊，好，等我一会儿。张飞窝龟，唔知第一次见啊，见过几次啊？少年鸡蛋仔同埋熊猫汤圆。好食，所以唔好食到周华。喂，黑芝麻胡同，通往杂杀海。诶，稻香村出名喎，卖咗啲鸭，同埋一啲北京嘅手信。面有几钱啊？系咁样，六只，吓三十五。好，行饱街啦，而家去食晚饭。杂杀海呢个水咧，流入皇宫啊！好有 feel 啊！咩？我抽到冇 feel 嘅手指。杂杀海盘，你睇下，我一个人喺度摆埋，埋嚟睇，埋嚟拣。鬼街啊！呢度好错啦，两个啦。佢喺呢条街里边就开咗。胡大啊嘛，系啊系啊。即一间生意好好啦。有印象，有印象。有。今晚嚟呢度食饺子啊！怡和春天啊！行错地方啦。宴会厅。Hello， 咁聽住啦，佢學校咧聽日係有兩堂要上嘅，就唔係今日嗰啲嚟噶啦，真係上堂噶啦。好，機械人送嘢到。你好，哎呀，佢真係好，謝謝你啊，謝謝，再見啦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